Hello， 大家好。很多人都知道 Windows 的远程桌面，有多少朋友用过快速助手呢？在 Windows 11搜索快速助手，点击下方的帮助某人按钮，登录 Microsoft 账户，登录成功后，控制端收到一个安全代码，将安全代码给到被控端用户。被控端用户同样打开快速助手，粘贴控制端的代码，点击提交按钮。稍等片刻，快速助手将询问是否允许屏幕共享。点击允许按钮。此时控制端将出现远程桌面查看界面，当前控制端只能查看被控端的桌面。如果需要操作被控制端，请点击请求控制权按钮，被控端将收到请求提示，点击允许同意被远程控制。顶部的工具栏介绍一下，激光笔其实就是一个鼠标移动痕迹，被控端可以清晰地看到鼠标的移动。批注可以理解为此时被控端是一块白标，被控端用户可以看到所有批注。聊天可以直接向被控端发送消息。选择屏幕，如果被控端有多个显示器，可以选择控制被指定的显示器。后面分别是重新连接、暂停、打开被控端的任务管理器。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了。